这球还是看到了一个空档，但是手上力量没有掌握好。简玉锦的大力扣杀，结果下网。扣后场，比较成功。可惜的是，萨拉利这个机会没有把握住。10-7，中华台北队在七平之后连得三分，重新发球，这球萨拉利也比较有经验，破坏一下对手的节奏。11-7，第一局到了间歇。接下来双方继续比赛，泰国队过来的球还是比较硬，尤其是萨拉利刚才这个连续的抽球已经出现了机会，但是下手的时候有点过狠。这球后攻前锋配合的非常默契，对于攻哪个人啊，对方两个人都很统一。简玉锦去杀昆查拉这边，程文心也是心领神会，去抓对方挡一个直线，质量不高，直接扑死。好球，这个过渡非常好。简玉锦和程文心进攻的时候打得相对比较明确，因为他们知道萨拉利的出球比较硬，主要是攻昆查拉这边，连续攻人得分。皮带控制一下，好球，昆查拉这次的防守非常好。程文心主要是去抓对方直线，防守出的直线球，这个球昆查拉在正手撇了一个对角，这种球呢也是后场的进攻威胁不够，而你往前的同伴主要是去抓直线的这个回球，由于攻的威胁不够呢，对方还能够回出对角线。